奇怪了，鬼影怎么不见了？哎，行吧，随便你怎么说。哎，早知道跟普利时一起打重生，还有点意思。对了，我有一个好主意。肯定不是好主意。咱们来玩一个好玩的。肯定不好玩。凭我口令，现在螺旋喷射。啊！太刺激了！我宇宙第一的飞行技术真不是吹的。长臂小心，还有一点4秒你就要。对。就要撞上了。真是的，长臂，回到基地以后，估计我得花4小时有18分维修你的飞机。这是鬼营的阴谋，他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把我们骗到陷阱里。嘿嘿嘿嘿，独联兽，看看你的网捉到什么了！嘿嘿嘿嘿，哦，抓到变形联盟了！怎么又是你？你不是我的手下败将独联兽吗？看我这次怎么教训你！ 忘了告诉你们，我的独联兽这次吸收了电能之后，它制造的网可不再是普通的蜘蛛网了。长臂小心，这独联兽的网有电，不能硬闯。这蜘蛛的网不但带电，电流还很强。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计算出最佳逃脱路径。等你算完，我们都被电网烤焦了。这样就慌了，精彩的正要开始呢。独联兽收网！太卑鄙了，把我们关起来，算什么本事？正大光明一较高下呀！ 嘿嘿，我得找个突破口。啊，那里看到了吗？长臂，蜘蛛网的那个位置，电流会规律产生0.8秒的暂停，但只有0.8秒暂停。以我的速度，不太可能。长臂的速度比我快，他或许还……哼，好，让我来吧。你确定能成功吗？不确定，但我可是宇宙第一啊，怎么能放弃这个挑战呢？可是，好了，别说了。 游戏时间到了，先热身一下。嘿嘿嘿，都什么时候了，还有精神耍帅？省省力气吧。热身完毕，就是现在。嘿呀！耶！ 长臂成功了，什么？那个长臂居然逃出来了！喂，现在我们终于能玩一玩了！这，我赐予你重返无上的力量，消灭他们！
行。神机长打得太过瘾，把你给忘了。怎么才能毁掉电网呢？不管了啊，来不及了，让你看看我的厉害，极冻风波，烈风暴长臂，别只知道用蛮力啊。好吧，看来这回蛮力有用。变形联盟，聚合变形。超能神机手。联手准备开启那一项技能了。好强的电流！我的独联兽开启了不断电模式，它身上不停地放电，只要一碰到它，你们就会触电。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打。不要啊，烈风暴长臂！就说不要只知道用蛮力嘛。那我们该怎么打？你说。既然我们碰到虫兽就会触电。这太容易解决了，不要碰到独联兽不就得了？下来，下来！打不到，打不到！有本事你飞起来呀！哦，忘了，蜘蛛不会飞。不好，持续放电模式维持不了太久。哈哈，大蜘蛛没电了，我们上！再见了，大蜘蛛，创世重击。变形联盟，下次就不会这么容易了。烈风暴长臂，超能神机手，你们没事吧？肯定没事啊，不就是一只会放电的大蜘蛛吗？狡猾的虫族是不可能让我们长驱直入的，一定已经设置了很多阻碍。放心，我们变形联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看来鬼营的蠢货挡不了多久，夜光快要孵化了，但恐怕我不能再留在这里。都怪那些没用的家伙，
如果能拿到足够的能量，夜光就可以早点孵化了。你终于来了。还好你没有把我给忘了。我怎么可能忘了你，普奇威。我们准备进入戈壁区，后面的环境会更加恶劣，大家要小心。这里就是爸爸失联的地方。海生小子，这说明很快就会有你爸爸的消息了。对啊，一定可以找到海洋博士的。嗯，我们一定可以接爸爸回家的。好了，越接近虫巢，虫族的偷袭会越频繁，大家提高警惕。你现在必须跟我走了。跟你走？我们虫族只是想建立一个可以生存的环境，我跟你走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虫族为了自己的生存造成太多破坏了，而且现在情况不妙，你必须离开了。假如我说不呢？我就不应该听海洋的话，放你一条生路。要拆了我的巢。你是知道怎么挣扎都没用的。我知道你有掌控一切能量的能力，但要我放弃之前所做的一切，我不甘心。满嘴仁义道德，是你让我们变成这样的。为了做基因石实验，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托尔达、普利士，我来掩护你们，你们赶快去炸掉主飞船，完成任务。你们不用担心我，只管往前冲。好的，父亲。普奇威，你再不动手估计来不及了。我知道你已经研究出让浩肯星人改造成超级首领战士的技术，你可以用它来救活你的孩子。可是威登大人，这技术存在极大的缺陷，可能会……你太多虑了，现在只有你才可以救两个孩子。可是基因石的力量很强大，利用它的力量可以让浩肯星的硅基生命体产生强大的能量效应，从而突破能量界限。只有这样才能让被摧毁身体的普尔达和普利士重生。基因石的能量重塑了生命体的中枢，并以玉的状态注入大脑，这样拥有玉能量的身体就可以驱动比自己身体大十几倍的外置躯体。这个研究成果让我引以为傲，可是它也可能带来毁灭性灾难。看吧，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你为了研究这种技术，在我们身上做的实验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们这些卑鄙的耗能星人，敢和人类一样，用你们先进的技术，却用来践踏其他物种。不过也是报应，你被威登利用了，还害了自己的孩子。你孩子的意外，本来就是威登精心设计的。你现在沦为浩肯星的叛徒，还给自己的好儿子通缉，父子反目。你说什么？你说。你越是愤怒，证明我说中了你心里面想的。我们其实都没有区别。为了救他的女儿，偷偷用了我的基因啊，以致他的生命与我的玉联系在一起。又被我说中了。你和那个人类博士都为了自己的私欲做了你们认为别人不可以做的事，其实我们都是一类的。要不我们联手一起对付威登。哼，你错了，我们不是一类的。虽然我创造了可能毁灭世界的技术，但是我一定可以阻止他的。阻止？难道你可以亲手处置了你的儿子？我一定可以找到方法，让基因石的能量不会危害到这个世界。你可以找到什么方法？你现在连我这个基因石实验的失败品都处置不了，我不会跟你走的。如果不能为虫族创造未来，我宁愿放弃生命。你走吧，在浩肯星人和变形联盟找到你之前，躲得越远越好。还有，你不可以再侵扰地球人的生活。你只是在逃避，不希卫。除了和我合作对抗浩肯星，你别无选择。你这个懦夫，你在我身上发泄的其实是对自己的愤怒。你不敢面对现实，普奇卫。无论前面有多艰险，只要有我烈风暴长臂在，一定可以排除万难。你吹牛，把那些困难都吹走，功劳就都归你。好了，我们整装出发吧。变形联盟，变形出发。